哎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印为回复。我们都知道印的特质啊，叫生我的，生日主的。那既然生日主呢，它就会让日主有能量，所以印呢，它就代表一种回复的这一种特质，所以有回复的特质啊，都叫印，所以一般我们都叫做吃喝睡。所以破印的人，你就会知道他可能的睡眠品质会不好，他可能吃不下。那为什么他们叫吃喝睡呢？因为你肚子饿了就吃下去就回复啦，不会饿了；口渴了喝水下去就不渴啦；困了睡一觉起来精神饱满。所以各位，当你了解到印呢，它代表的是基本的生理需求的时候，那你就会知道有些人破印很容易就会产生失眠的一个状态，或者是呢破印的时候啊吃不下啊，都这个就是呢因为它的回复机能呢被破坏掉了哈。所以各位了解哈，为什么肚子饿了就要吃，因为需要印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口渴了需要喝，因为需要印嘛？那为什么困了就要睡，因为需要印嘛？都可以让你回复精神。所以印呢，它代表的是一种回复动作啊。所以只要跟回复动作相关的，它都可以叫印啊。例如休息啊，它就是一种印嘛，对不对？吃它就是一种印嘛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印的特质。好，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